我是任哲，我是一名雕塑的工作者。我的创作呢，一直是围绕着武侠和中国文化这个系统在进行创作。我其实从初中的开始吧，就开始对金庸的作品呢感兴趣。每个男孩子心中也都想成为英雄，不管是小说啊、电视剧啊、电影啊，那个时候呢，就会只要有，就会追着去看。2020年，当时我们刚刚拿到了金庸家族的授权，然后从那个时候一直筹备到今年，做了这样的一个展览。其实这个蜡呢，都是和传统的蜡也有点区别，因为传统蜡就是平时我们点的那些蜡是那个硬的嘛，需要火烧才能融化。然后这个蜡呢，基本上原理呢还是那个蜡的成分，但是加入了一些可塑的一些材料，这样呢靠人手的温度就可以让它进行这种修补吧。我觉得其实困难在于同一个形象或者同一种描写要把它们拉开差距，然后同时呢，每部书之间的人物让大家一看就能产生共鸣或者脱口而出，其实他的人物特点的把握和人物的表现，包括人物之间的层次和丰富度，那这个其实是难点。同时呢，这么多的人物，我要在整个的表达手法上还要让观众感觉到丰富，然后每一个人的人物性格呢又突出，40个人物就有40个性格，同时有40张脸。在郭靖少年的时期，在草原上射雕的时期，其实是一个他自己自强不息、奋斗不断充实自己的过程。然后呢，开始有了降龙十八掌，其实是他在江湖上行侠仗义，是他自己和兄弟们之间的一个情谊的过程。然后呢，到了他守襄阳的时候，开始了是一个大的家国情怀，抛弃个人私欲，然后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这样的一种心态。所以呢，其实侠之大者，他是随着一个人的心境，随着一个人的状态在不断的提升的。侠之大者，他不是一个人的事儿，侠呢最少是2个人的事儿，所以呢，侠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称之为侠。小到朋友之间的友情，大到这种家国情怀，其实它都是侠的一个组成部分。从观众和藏家的角度，我感觉到东方和西方的藏家其实对某一个作品他们是不分国界、不分国籍的。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应该做的就是用我们当代人的方式和方法，不用去刻意的强调东方还是西方，但是表达的是我们理解的东方文化。希望那个更多的华人、更多的年轻人对金庸的作品，包括对金庸整个的小说里面的形象能有熟悉，能让大家都喜欢。其次呢，我也希望能通过作品能把金庸先生小说里面的人物的性格，包括金庸先生想传达给观众的一些侠之大者的这种概念给到观众们。